选完了吗？我是哪个队的？你是？哎，你不是超哥队吗？那你再选一个替补，徐艺洋。我不知道，我上了个厕所。啊？我上了个厕所回来，大家好像就已经分队完毕了。我觉得，就是至少大家，就是告诉我一声。杨，要不你去那边跟他们打，打辅助啊？对啊，但你们不是四个人吗？我叫刘恋过来，我们五个人，你去带他们打两班吧。他们那边少人。那我不打，我自己练。真孤单，一个人坐在这儿，啊，非常孤单啊，感觉。打两把一会儿。怎么说？好吃吗？这个鸡蛋羹？是的。太油了。哪有这么水？哪有水啊？这里边是水。后面就想了下，哎，团队赢最重要，就这样吧。输出不够，因为这几天我一直在打野，就是如果你让我打射手的话，那我的英雄池就少了呀。哦，好难受，我没状态，朋友们，完了没了，哎呦，这样，再来，继续，我换一种打法。十四号选人。十五号训练，十六号打比赛。我说实话，心态崩了，真的心态崩了。你们不知道有多难，很累。我真的心态要崩。反正因为他这次他要十几个人嘛，所以他肯定会比第一季要付出更多的力量。因为我们上一季他只带我们这一队嘛，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比上一季更认真了。再来，继续，我换一种打法。今天我轮换了三个射手。四盖去上面打射手，等会让附近博试试射手。我在想，该不会接下来是我打射手吧？我怎么又出闪现了？你看这后羿召唤技能是什么意思呢？对着自家的那个蔡文姬来了一发。不可以，因为如果我打射手的话，可能有舆情风险。不爱他，请不要靠近他。哇哦，我们的小月亮好可爱。这他多大的时候？四岁的时候是吗？看，该分享宝宝吗？对，看。跟包哥特别像，好可爱对，儿子就像妈妈，好可爱啊！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。哇哦，帅哦！啊，好帅哦！几岁啊？六岁半。啊，比我们家大一岁。生得早。在学校里面不会有很多女孩子给他带早餐吧？六岁半应该还好吧？不是，我有问过他，我说，哎，学校里有没有女生追你啊？他说啊，太多了。我说啊，说来听听。然后他说，他们总是追着我，我都跑不过他们。这波可以打，没了，小心，我在后面拖一下。来人了，往回撤一点。赵薇直接朝里先喷大招，再加一个黑大炮在这里，直接碰到两个人，有没有给他多强保一下？黄蜂被保下来，但是赵薇要先倒了，小强直接这个大招吹上去，黄蜂在点，丰田追上来，但是周歌宇这个位置想反打，可是钻出来了一个契约派呀、啊！我很舒服，能打吗？能打他。林墨跟了过来，一个一飞了，起了一个小桥，但是盖在旁边直接点死了残血的池约翰。第四血还要半年，还要往前追三个残血桥，这个一击都没有中。林墨站在正前方，扛住了所有的压力。好吧，一个残血，但是最后无
哇，这波跟了一个伤害过去，击杀掉了张含韵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哎，这个塔可以压下，塔压下，可以可以压。他们为啥不走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这波还要越塔二级的运一下，又收下了一个人头，把灵墨给留在了塔里。哦，漂亮，漂亮 ，nice。哇！胡夏已经贯彻了蓝领，我感觉今天他们还在那边说他有什么哪吒打野。我可是突破常理的存在。刘邦打野，枪如惊雷，照一身肝胆。孙策打野，极尽所能，破碎波涛吧。恨不得庄周打野，他都能给你选出来。就是你让他玩肉野，他就是啥都能选。你只要把那个英雄界面点到坦克，那是里头所有英雄，胡夏都能打野。小蹲，哎，林墨这还敢上吗？哇，林墨啊，林墨，四个人啊！哎，为什么上啊？不应该上。谁啊？林墨上头了呀！这波为什么要上啊？哇，这个疯了吧？他是疯了吧？啊？啊，一打四啊？林墨玩夏侯惇有点疯过头了。我在打的时候是看不到他的那个视角的，我只能看到上面是一个蓝色的头像和四个红色的头像围在一起。打他！去啪，他没了，我只能看到这个四包一直接把他给越了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我回去看那个回放的时候，打他，是他自己给了个一技能，一技能二段大招上到三个人的脸上，然后就是就是很确实，没事，我回去采访一下他，我先问问他，他是怎么想的。我觉得完全就是犯蠢，那个时候可能在想着，反正塔也保不住了，我要把对面的射手带走，能带走什么的，可能当时想的是这个吧。下路后面要压，下路后面要压，这波得守，这波直接守，这波直接守就好了，守就好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见谁有难，不能不管。哇，周柯宇。周柯宇看一下周柯宇的位置，一个人让后了，看能蹲到谁。大残就撤，大残就撤，来看我，看你了，看你了，我在跟。雨风无尽，一个小乔在这里，直接上去两段一技能，打三个，带了个大招回去之后，再接个一技能，又砍了一刀，直接把球队给带走。周柯宇让后了，跟他没有打招，周柯宇技能好了，再回头进去两段一，再 A 一下，不要倒了。知道，你再接个普攻，直接把黄忠给切死。还剩三人。还能继续追吗？史玉涵应该也走不了啊！有能打野，再 A 一下，三连全胜，柯宇完成收割。哇！牛打回来了！哇！牛真的好炸！太 carry 了！打周柯宇一定要盯屁股，一定要盯屁股。我觉得变成周柯宇无敌了。没了 ，nice，nice！ 打得好！哇，这一波太振奋气势了。本来是红区被入侵，下二塔被推，然后正面张飞的大招也已经交完了，很极限的情况下要一个人进场打了四个，太 C 了，一杀四太 C 了，职业选手意识，我要打爆你们，我喜欢这样的，眼睛都冒光了，看到那个药的时候，太野了，太 carry 了，真的 carry 了，我们把他抓了吧，把他抓了。周柯宇一个人在上路带啊，我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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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担心，火鹰来了，抓他了，不同位置包，这五个人包了过去，他们转向了，不同位置包，这个人把必抓，这已经感觉是在打总决赛了，真的很激烈，而且我觉得尤其是为什么说那个 ING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是因为我们觉得 ING 的运营得很好。因为一般都是我运营别人，很少被别人运营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少被别人运营，结果他们这次就被他们全运营了。把他抓了吧，抓了。哎，抓他去了，我们把兵线过了，我们把中线过了。哇！快走！完了。
水波，五个人包了过去，有意识到吗？先水波走位，左一个吹，再回头一技能刮一下，再大招归神回去，扛了很久，再大招回去，还想换人，带了一刀打出了一个闪现，但自己倒了。哎，那我射手呢？好好直接开了，给我个大，给我个大，传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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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，传了，传了，替你们消消火。这个中塔应该是有机会的，这个都中到了，小甲有一个刘邦给个大，但是没有办法保不住。哎呦，控不到了，要后了，要后了，哇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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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月汉在前面也扛太久了，马可的伤害是很高的，加了一个二连击破。是的，张含韵刚刚的那个洞太漂亮了，他把小甲给洞到了。对，林世颖没奶回来。是，但黄明昊也是这套阵容里面的核心，只要把黄明昊给处理了就行了。我的我的我的，这波。我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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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上了。你也没人啊！别，哎哎哎，这个人上来送了，上来送，开他，开他，直接开他。正面林墨一个人冲了上去，一个脱节的位置，直接被莱西奥一个人护住。给他护盾，张飞给他刀，想保一手，没有保住。哇，又送了夏侯。夏侯是谁啊？林墨。哎呀，这为什么要大回去啊？这波见面打架的时候有一点拉不住。是的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崩，雪崩，就我本来就是一个，当时想法就是想靠上野起节奏的组合嘛，你上直接崩了，那你也肯定就很被动吧，所以当时上路二塔一掉，其实我们视野就根本踩不出去了。一下就会很被动，蓝区就等于直接沦陷了，上路二塔一掉，中一塔也不远了，中一塔再一掉，蓝区就直接被对面接管了，然后龙也没了，所以就肯定会进入到一个很被动的局面，当时肯定就是心里是那个感觉，怎么形容啊，就感觉哎怎么办，就是哇好难受，就哎怎么办，逆风了，完了，感觉就是怎么办，就有那种感觉。挺上头的，确实挺上头的，而且我这个人本身打游戏就喜欢莽撞，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打着打着就失去理智，我就是适合被别人支配，就因为如果别人不指挥我，我就很快就会陷入一个混乱当中，就是看着对面射手直接吵了之后没有队友我就死掉了。夏侯惇，你要等人齐，知道吧？你波波都要等人齐的，等他们龙王 buff 没了再打。行，对，行行，对，不用跟他们打。就是你其实就是你不用着急开团的。我们现在这个局势是张飞开团，知道吧？好。张飞如果能否到人，你跟上就好了。OK。然后你不用主动开团，就是动到人你也不用上，因为你没伤害，知道吧？对，好的。你要等我跟那个谁。OK。看着药的位置，药反正出来我就传你。他还没走，上路还没走。我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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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上了。自由的心，放飞在风口浪尖。给我一个大，给我大。我在，直接留夏侯惇。别打呀！哎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打呀！夏侯惇直接锁住，交出了闪现往回退。刘邦给大招保一手，夏侯惇一个一技能喷到两个人，但这波林墨似乎有点扛不住了，被带走。压中，过来。龙王压上，过来，转下压下，然后三高全破，非常的扎实。那个夏侯惇好多波，莫名其妙，刚刚上路上塔守上塔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冲出去了，四个人围塔杀了他，这个下塔也是，少人他也冲。打比赛的时候，真的感觉当时就是脑子是一团浆糊，就是没有一个。良好的逻辑在玩这个，在打这个中间的很多的操作啊什么的。哎，柯宇从里蹲了一波，两张一技给他的二星再上去之后，再来一个一技能，柯宇给躲掉了致死伤害。来接一下，来接一下，能接上吗？往后走点。枪法来了，是的，柯亚跟过来之后点一下张飞，枪法君直接打出造型的一个复活。我这位置很舒服。我很舒服，反打，找机会，小心南下！哦，救醒我们了呀，这一波漂亮！保住黄明昊往前打，马可被打到
复活甲，再吃一炮，有一个明刀，朋友继续点胡夏，胡夏也有明刀，再来一下，收掉了胡夏之后，这一波柯宇被换边后直接打成复活，打你点两段一技能，开始下力不上力，但这一波柯宇成功的换掉了一个，把赵鑫的小乔给击杀掉，双方打了一个三换三，赵涵玉和马哥两个人家里应该是有机会守住的，难守难守，第一个搬哪个？安琪拉要搬吗？安琪拉怕吗？你赢着怕安琪拉？不怕呀、啊，感觉一点不怕。不，但他很阴的，他安琪拉的熟练度很高。那就搬中路，好，就针对中路，好吧 ？OK， 行，搬安琪拉。你看他把安琪拉搬了。哦，真对呀、啊，这么荣幸吗？那王昭君搬了呗。好，法师也王昭君搬了啊，对吧？哦，王昭君也不给姐姐了。搬两个中路，这么绝吗？那就针对中路，好吧。就是他呀，就是针对姐姐呀，安琪拉、王昭君是他的拿手。哇！王昭君再搬又搬郑希怡，双搬郑希姐姐一下子靠在了座椅靠背上。因为他们都也知道我的英雄池非常浅，在跟他们组队的时候，我学了几个英雄，然后那几个英雄哪一个熟练度高一点，哪一个熟练度低一点。都太了解了已经，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我的英雄真的出现在班位上，一方面也是值得开心的，起码我的英雄对他们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威胁，没想到我跟沈腾已经是一样了，把我的安琪拉给我禁了，太过分了，导致到我都不来了。